如果问我他有什么好，让我给你小机会抱，忘说他的身高，就可以给我温暖拥抱，让我相信他是我的依靠，而不是个圈套。再说他智商可能不高，不过思想成熟都缺比你来得高，不会说我天人烦扰，要我在家里我一人总就喝红酒跟面包。生活不给胸痛，把爱情也干扰，只要抱抱还提在手，那就以为足够能把关系挽留，爱情却悄悄溜走。实在讨厌不积极等候，等我为什么你温柔混乱我的节奏，这是我烦心的理由，他好像是没有